那你现在的这个妄想分别当下这个地方，这个清凉若镜，这个妄想分别，如果你放得下，道就显现；放不下，就是把三藏十二部经典看完，也只是一个知见的人而已，求知求解的人。放得下，就等于看完三藏了。哎，心境个困惑，个心贴了，就这样子，万法从心下手嘛，是清凉若镜。我们的妄想颠倒啊，如果你真正的肯下功夫的去放下这份的啊妄想跟执着，那么道就显现，心无方所，方就是方向，所就是处所，啊。那么此道的天真呢，本来就没有明智，凡人多为敬爱心啊，示爱礼。一般世间人碰到的境界会妨碍我们的心，事相上会妨碍我们觉悟这个理，所以我们世间人呢，常常想要逃离这个境界来安这个心。那包括出家也是这样啊，这个道场不好。啊，批评这个，批评这个，这个不如花，那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哎，换一个道场，那个道场，哎，去到那个道场，发现问题还是在。为什么？他还烦恼心还在啊，烦恼这个业障啊，它如影随形啊，我们内在的心没有解决，你到哪一个道场不都一样吗？到哪个道场都一样吗？哎，所以出去的啊，法师啊，有时候都会来勉励这些文殊讲堂的晚辈啊。哎呀，出去不较好啊，无快活啊，干那食这三顿，你就总到要五面去啊。哎，他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换一个环境，不如换一个心境啊。所以我们先逃离这个境界的安心是错误的啊。秉事以存理，我们要除去这个事相，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啊，当下超越，这个才叫学道啊！哎，我们要免除这个事相，来存这个理，那不知道乃是心是爱这个境界啊，意思就是我们因为无明，所以啊透视不了这个境界，理爱是我们对这个空性的理啊不了解，所以啊去阻碍了这个事相的。这个缘起，底下说：“但令心空，静自空啊！心只要不着相，那么境界本空。但令理即是自己，我们对这个一真平等的这个心性了解了这个道理，事相上啊，就当然就进入啊解脱的状态。”千万不要颠倒用心啊，颠倒用心啊，切观力劫的功用啊，力劫功用就是，好像下功夫在修行啊，哎，再看看我们了，力劫以来这样下功夫的在修行，总是梦中妄为啊，有所造作就是生灭啊，所以如来说。我阿耨菩提是无所得，若有所得，燃灯佛则不以我受记。又说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诸位，我们能体会这个平等是什么意思吗？平等就是毕竟空，就像虚空一样的。无相的时候，你说什么是高，什么是低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看看呢，任何世间呢都抵不过无常啊，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啊，它就这样了。所以，我们呢这个平等法里面呢，看到这个有钱呢、啊，权势高贵的，你也不用去攀援那个东西，心呢冷静一下，没有一样不解脱的，没有一样不解脱的。是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呀！是名菩提呀！即此本源的清净心，跟众生诸佛的世界山河有相无相啊，遍十方界一切都是平等呢、啊，都是平等呢、啊。
对你好的，对你坏的，都能解脱，没有比我相。此本源的清净心，常自圆明遍照，世人是不悟的。圆明就圆满光明，遍照就是周遍觉照，世人呢就不觉悟，他只认了见闻觉知六根所看的分别心为心，生生灭灭的这颗认知的心，变成我们的本性的心，变成了为这颗见闻觉知啊，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，我们本性就被覆盖了，看到什么就被执着什么。就知道什么，我们的清净本性完全显露不出来，所以啊，不睹精明本体，我们看不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，就在当初啊。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，这一句啊，很难体会。这个直下无心，就是连动个念头都不需要，动念也无妨。这个直下无心很难体会，很难体会。这很容易被误会说啊，我看到什么东西，我不要去想它，这不对，又不对了。那是外道的，外道的，是不是啊？那直下无心的意思就是有心呐、啊。我看什么东西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可是透视他如梦幻，不着。虽然不着，可是他可以延期显现。所以有心，他就是无心；虽然无心，但是他就是有心。看呢？他有心无心，他都是以本体的角度来说的。哎，所以但直向无心，也就是不无所执着，无所住。本体就自现，本体自现，如大日轮生于虚空，遍照十方，更无障碍。所以学道的人，唯认见闻觉知，啊，我们认这个见闻觉知，思维动作，空切见闻觉知，就是放下这见闻觉知六根所攀缘的分别相，这心路绝无入处。啊，这个心路的分别啊，就没有办法打进去，哎，没有办法打进去。只要我们在见闻觉知处认识的本心，那一颗湛然不动的清净性、清净本心，然本心不属于见闻觉知，我们的清净心不属于六根，也不能离开这见闻觉知，也不能离开六根。离开六根，你怎么作用呢？但莫以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这个很重要。不要在六根攀缘六尘建立任何的知见，就这样如如不动的看，就是这样看。知见不要立知啊，就解决了。但莫以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杯子就是杯子，圣人也是讲杯子。啊，凡夫也是讲杯子，凡夫讲杯子是颠倒见，对不对？是颠倒见啊！啊，杯子是缘起的嘛。圣人也是讲杯子，但是圣人是解脱。为什么圣人讲杯子，知道是缘起不可得？圣人跟着凡夫讲这是杯子，不得不这样讲，不得不这样讲。凡夫讲花，圣人还是讲花。你说圣人是颠倒吗？你方便说他是颠倒，是为众生才讲颠倒话，内心无所着。但莫以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也不要在见闻觉知上动念。这个动念是执着的念啊，执着的念。开悟的人他还是会动念啊，可是在不得已之下，因为为了破除凡夫的执着，他才讲说在见闻觉知上不可以动念，对不对？那心体离念呢？站在这个角度讲的，哎，如果站在本体的角度讲，那要妙用现前，当然要动念了。这个念就由无相啊清净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念，这个念还是无念。所以一莫一见闻觉知上动念，这是指破除执着的角度来说的。
意莫离矣，见闻皆知，密心也不可以离开这六根，另外去找另外一个心。意莫舍，见闻皆知，其法也不能离开这六根，另外找这个法，不急不离，不住不找，这是不二法门最高的原则。学大圣的都不能离开这八个字，不急不离，不走不住不找，都没有办法离开这八个字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此心是本源清净佛，人皆有之。纯动就是从内爬行的寒灵啊，具有灵性的，跟诸佛菩萨一体不异的，只因为妄想分别了，造种种的业果。本佛上是实无一物啊，虚通极静明妙安乐而已啊，生至误入啊，就生生自己要弃入，直下便是啊，直下就是现前一念全部具足，不必追求，不必寻找，淡漠染污即如如佛。禅宗讲的淡漠染污即如如佛，圆满具足更无所欠啊。纵使三期精进修行啊，力就是精力，诸地位就是阶位啊，以及一念正时，等到一念正悟的时候，止正言来，自佛就是自性佛，你还是恢复到原来本来的佛。原来自佛就是本来的自性佛，离不开这个清净自性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。哎，你悟道也没有增加什么啊。哎，底下是，但离却有无诸法，心如日轮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抵事吗？会修行的人他就是这样，知见他不立知，处处都是清净心的显现，他赶快调伏，万一发生整整的对立烦恼，哎，他就知道，哎，这个叫做业障现前，他赶快快调和，赶快调和，哎，当处发现就当处让他消灭。久而久之这样训练的啊，妄想一起来，当下直下叫他不着，久而久之生死自然能够做主。要记住，现在做不了主，生死就做不了主。要记住师父的话，现在做不得啊，没有办法主导我们的情绪，临命中就更不用说了，临命中就更不用说啊。所以到这个此时，此之时无期破处，哎，没有停止啊，或者是住着这地方。只要无期破处就是无所住了，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无所住，也不可以执着任何啊，起任何的见，动一个念都不行，就是行诸佛行，便是应无所住啊，应当无所执着而生其心，就是清净心。这是你清净的法身，名为阿耨三藐三菩提。如果不会此意啊，如果不体会这个意思啊，纵然你学得多知，这句话我看过的时候啊，就把它划线，没想到印出来也把它划好了。哎，这本啊的原本啊是我看过的，结果印了以后啊，他没有把它啊把它。重新把它消掉，结果印出来就有了。纵你学得多知，勤苦的修行，很精进的辛苦啊啊！草衣木食不是自心啊，净明邪行。所以师父一再重复的强调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着离开僧团，不要急着离开啊一个师父善知识，你不要那么急，你急什么？动不动就要到山上去用功，动不动就要去啊行脚吃苦修苦恨，你都清净心这个真如自性都不认识他，你不是走到哪里不都一样吗？是不是你现在赶快用功就叫做修行，门路都分不清楚了啊，方向都已经丧失了，连方向感都没有，从哪里下手也不知道，你怎么叫做修呢？
不是增加生死吗？对不对？这众你学得多知，勤苦修行，草衣木食，不是自心，净明邪行，不认识本性吗？定作天魔眷属，如此修行，当复何意呢？智公禅师说：“佛本是自心作啊，哪得像文字中求 啊？饶你就，就算你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呐、啊，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嘛。”啊，四国就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阿罗汉呢？十地就是出地到十地啊，满心呢、啊，就算你学的这个有因缘果报的次第的阶位，那也只是在凡圣分别的境界里面呢、啊，内坐就是离不开啊，这个境界呀、啊，啊阶位啊，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啊佛性啊，不见到。你难道不曾经听人家说过吗？啊，不见到，你难道没有听人家说过这几句话吗？哪几句话呢？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呀！啊，势力尽，见还堕，见还堕。哎，就我们就了解啊，任何的啊势力啊，有钱权贵势众的啊，不管你是用什么。力量啊，它到最后它还是回归到原点，诸行无常嘛，是生灭法嘛。势力尽了，它剑往虚空一射，它没有力量了，爬不上去，它一定要堕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势力尽，剑还堕，招的来生不如意，啊，整世就怎么是我们呢、啊？相视我们无为实相门，整世就是怎么相。向我们无为实相门，一超直入如来地，啊，唯你不是以末人，啊，唯就只因为你不是这样的根性的人，所以啊，没办法啦，需要向古人建化门，建就是建立，化就是教化，哎，慢慢的学习，哎，没办法嘛，就广学知解呀、啊。你，因为你不是这样善根立志的人，就必须要像以前的啊人了，来慢慢的建立教化，来广学知解，没办法，只有这样一步一步来。智公禅师这么说了，不逢出世的名师啊，出世就是大彻大悟，不落入生灭的对立，才叫做出世名师啊，往复大圣法要。啊，就是燕王的研究的大圣经典，研究的大圣经典本来就是要大彻大悟的，结果啊，你研究的大圣经典，可是却没有碰到大彻大悟的善知识 那你所研究的、啊、没有人印证，也没有人来给你证明你有没有开悟啊？那不逢出世的名师，那么燕王啊，你学大圣法。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，但学无心，久久习时得，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哎呀，看到这一句，我就想到说，古人为什么讲话会讲得这么的得体？哦，一切时中行住坐卧，但学无心，但是他没有讲到这句话，讲到这句话不够圆满，还讲了久久习时得，这才让你感受到这个古人呐、啊。讲话是不漏一句，太伟大。意思就是你学无心呢、啊，不是三脚猫的功夫，是一天一天的下功夫的时候，久久需要去悟得无心的本质，要实际有所悟得，叫做实得，不是拿来只做参考的无心，就这样嘛，没有分别，不执着，没有妄想，没有颠倒，啊，就讲一讲。这样没有实际的功夫啊，久久习时的，每一天碰到境界的磨练、争执、吵架、烦恼、情绪低落，乃至呀钱被盗了，乃至婚姻破裂，都是这样子的无心，讲功夫啊，哎呀，什么是真功夫？拎刀黑小厨，哎，你叫熊安呢？真的，我就刚
恁翁死，你也是共款安尼啊，或者是你儿子突然暴毙啊，车祸，你一样都不动。呀，哎，这无常的东西它一定会发生的，迟早的问题而已啊，迟早的问题而已，就是你每天都要训练那种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什么好执着的，哎，多余的，多余的，久久息息的，那有这样的功夫啊，哎，就好了，就是真正的道就现前了。所谓你力量小，不能顿操。这句是真的很良心的话，我们真的也一下子啊，顿超啊，实在没办法。这但得3年、5年、10年，须得个入头处，这个就是师父讲的啊，要等待因缘，哎，慢慢来，没办法一下子，没办法一下子就等啊，等等等，要等，你要下个3年、5年、10年的功夫啊。须得个入头处，自然会去，这样就能够体会无心。唯你不能如是，不能直下承担，需要将心学禅学道。佛法有什么交涉？交涉就是相干呢。心说要学禅，要学道，这跟佛法有什么相干呢？学禅还是生死啊，学道还是生死啊。禅不可学，道不可修，学什么禅，学什么道呢？直下无心。才跟佛法有所交涉啊！心想要学禅，已经离禅了；想要学道，已经不知道道是什么东西了。跟佛法有什么相干呢？佛法是真正的功夫啊，不是观念知见的建立。所以说，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了，只是方便度化众生而已啊。就像啊，把黄叶啊为巾。方便啊，骗骗小孩子啊，知小儿题啊，决定不实在的。若有实德，非我宗门下客啊。如果你还认为你有所得，那不是学禅的了。且与你本体有什么啊交涉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经典说，十无少法可得名阿耨菩提。问：佛度众生否？是云：十无众生如来度者。我善不可得，非我啊，怎么可得呢？一个我相都得不到，那还有哪里有一个非我呢？可得呢？佛跟众生皆不可得。这么说，现有32相以及度众生，怎么想没有呢？是云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佛以众生尽是离作妄见。只因为不认识本心呢，慢作见解。这个慢就是随意，随意啊，产生种种的自见啊，这是佛，这是众生，是不是？才做佛见，被佛见所障；才做众生之见，又被众生障。做凡、做圣、做净、做慧等见，尽成其障。就是你只要动念呢。说这是凡夫，这是圣人，这是清净，这是污秽，落入对立的，通通是障道，障碍你的心故，总成轮转呢、那轮回流转，就像猕猴，放一个就捉一个，放了这个树枝就捉到另外一个树枝，放这个树枝又捉到那个另外一个树枝，无有歇起，从来没有停止的，一等是邪啊，一等就是一流的了，上等的人了啊。上等的学习法是直须无学，当下直接就必须要进入无学。一等是学，一等当然就不是二等了，日一就一即六一流的了上等的学法就是当下就是无学，叫做上等的学法没跟你点要掐把柄做人都较干脆的OK 哈。这句话都概括了：无烦、无胜、无净、无垢、无大、无小、无漏、无为，如是一心中，如是这样自性清净心当中，方便勤庄严，听汝学的32分教，一切见解总须舍弃。既然迟早要放下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知当下放下呢？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某一种程度才放下呢？正因我们的习气。人家问禅师啊。
禅师如何是修行？啊，是我禅学当中不论修，只论悟啊。这禅师，那如果一定要讲修呢？他说，禅师说，那么断习气谓之修。你要讲修嘛，没办法，只讲断习气，就方便说这个叫做修。习气越少，这叫做方便说，这叫做修行啊。其实无所修，你修什么东西？我都无我了，你怎么修呢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一切见解总须放下。简单讲，你对这个人很厌恶，这观念还是要放下。这个人很贪着，这个观念还是要放下。因为这个假象建立的观念，有一天它会消失。今天的爱、贪、嗔、恨、我慢，这个通通是多余的，制造生死的东西，制造生死的东西。哎，所以啊，好坏是个人的因果，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因果。啊，任何事情啊，不见得不好，也不见得好。哎，有时候我们只要我们尽心尽力的努力啊，尽心尽力的努力就好了。我们的责任义务，我们应当完成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切见解总须舍弃。所以维摩诘啊，里面有一段说：除去所有啊，为之一床，寝疾而卧，只是不起诸见，无一法可得，不被法障，脱脱三界，凡圣敬意，使得名为出世佛。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？注意看了，只是不起诸见，无一法可得，不要安立种种的见，无一法可得 ，OK 了，这佛道就完成了。意思是说，在缘起的假象当中，建立任何的观念，统统不对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任何的心理学家、科学家、哲学家，统统是起种种的见。种种的见，不叫做不究竟，没有破除这个我执。不管你是科学家、是心理学家、是哲学家也好，不管它怎么演变，到最后是离不开那份的执着。因为啊，见嘛，诸见，他不了解本无一物啊，那他就被法所束缚。因此，这个世间呢是不究竟的。不管你看什么心理学，哎，我在我没有学佛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这个心理学，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啊，你们看了很多的心理学，也看了很多地方，看了看不懂啊。那么还有每一个心理学家看的讲的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哎呀，就发现这个不是究竟的，可是又没有听到佛法，没有听到佛法。等到听到佛法的时候，这才是真正的彻底。对不对？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那既然无常就无我，那没有真实，没有真实，你安排上任何的自见看法，这个通通是错误的。无有定法可说吗？没有说一定怎么样啊，一定怎么样就被法所障碍。底下说透脱三界，凡圣敬意，使得名为出世佛。所以说其手如空无所依呀。哎，出过外道就是超出越过外道，起手就顶礼啊，如空，就像啊这个虚空一样无所依靠，这样子就超过外道。心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不异，那么啊也没有什么不同，法也是不异啊。什么叫不异？你的心情通通充满的智慧，没有两样。圣人现前也一样空，凡夫现前也一样空，你最爱的人也空，你最痛恨的人也是空，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也空，你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它还是空性。你的心就是保持这样子的解脱自在，法也是不异。心即无为，法也是无为。万法尽由心变呢、万法尽由心变，就是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啊，千品万类系皆同啊。这太好了，讲得很棒。尽十方空界同一个心体，心本不异，法也是不异。就是因为你的见解不同，所以有差别。你看这看法不同，看法不同，我们没有修养的话，对看法不同的人要尊重，学习尊重，
啊，如果是上根立志的人，看法相不相同都是空啊，你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争的呢。他有权利看法不同，我们不要去改变他，也没有这个必要去改变他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有一个母亲呢、啊，她希望她儿子出家，她一天到晚呢、啊、就是希望儿子出家，只这祈祷而已啊。哎呀，来告诉我说，哎，我那个儿子啊，提纲都想要娶某，我讲该正常啊，查甫无想要娶某才是奇怪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哎呀，我是每天呢、啊、祈求啊，他能够出家。王公啊，你祈求错了。你要祈求你在临命终的时候能不能自在，生死能不能自在？你祈到你的儿子，你有没有弄错啊？他一下子好像电到一样啊！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？说你祈求错误啦，你都自己靠不住，你要靠你的儿子啊？儿子怎么能靠你靠得住？他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对，我的生死比较重要哦。对，安尼丢，安尼丢。对不对？你一天到晚，你希望谁出家谁出家，那跟你什么，跟你扯生死扯得上什么关系？没有的，像我学佛一样，我在学佛，我从来没有劝我家人一定要学佛，你知不知道？真的哦，我家人学佛不是我度的哦，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出家，现在全家学佛是我度的哦，没有的呀，我出家几年，我从不跟我家人谈佛法，为什么？因缘生，因缘灭。让你自己来，哎，人家讲，哎呀，你弟弟出家，哎，我弟弟说，我看看佛法怎么样？哎，哥哥就会这样想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弟弟出家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出家？哎，别人渡他的，反而是别人渡他的嘞，对不对？后来发现啊，哦，他弟弟的做的是弘扬正法的啊，他这一条路走对了。我当时候的悟啊，不能体谅他这个出家的心呢，对不对？我出家5年，从不跟我家人谈一句佛法都不谈，为什么？淡呐、啊，你看怎样？是不是姜太公啊，离水三寸呢、啊，应者上钩，就是安尼。哎，这个淡的功夫就是修行。哎，有的人呢，出家的哇，拼命的积极要度他的家人。那我说你因缘不具足，你度你家人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你只可能给他制造因缘呐、啊。哎，对不对？要有什么用？没有用的。他如果自己不进来硬拉，怎么拉也没有用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讲，说我家人全部到现在全部学佛，那这是他们的善根发现了。哎，他们现在开始认同这个啊，这个家人，这个弟弟啦，开始了解了。对，从他们自己发自欢喜心来接受这个弟弟的出家，那他们就不会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哎。也就像我们那个一个亲戚呀、那个讲啊，我有事出家啊，供养，哎，有功德，那个供养有功德，讲我知咯，这出家人要这样讨趁咯，讲供养都有功德哦，这我要相信咯，你没办法，他不能接受啊，不能亲戚哦。是不是？哎，啊，后来的慢慢，他才能够体会了解了 讲这句话，我们也不会难过。后来几年后的时候，我去的时候，叔，这供养，喂、哎，竟然讲那句话的是人呢？他竟然后来会供养了，内心里面打从彻底的认同、敬佩、了解说，哎，真的施舍三宝真的是有功德，哎，自己心欢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。我们要了解这个法的一个真实性法的真实性。那么，因为我们见解不同，所以有所差别。譬如诸天共宝器时啊，随其福德，泛摄有益。十方诸佛，实无少法可得，名阿耨菩提。只是一心，实无异相。异相就是差别相，差别相。也无光彩，也没有什么光明色彩，也无胜负，无胜故无佛相，没有什么哪一个赢的，胜是对付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比赛就胜负啊，这无负故无众生相，无众生相，哎，对不对？因为像前几天这个电视报道说那个英国的一个足球队，英国足球队啊，跟那个什么。足球队哪一国的足球队两国这样子踢，
结果那上面的这个观众一边是英国的，一边是另外一个国家的，啊，底下在踢的时候，上面打起来了，哎，打起来，结果因为太重了，又塌下来了，又踩死好几个，打起来了，为了踢球，为了踢球，就是这样，那一颗球啊，那个球就这样子踢，哎，胜了，有胜有负。如果我们学无相的人呢、啊，那就没有什么胜负心了、啊，对不对？胜负心了、啊，那么以前。啊，我在高中的时候啊，哎，那辩论啊，辩论是说用筷子吃饭好，还是用刀叉吃饭好？对不对？我这边是用筷子吃饭好，他那边是用刀叉吃饭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以前都想啊，这个辩论要胜负啊，胜负的哈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到最后大家都讲着说哦，这个刀叉怎么样子好啊？中国这个筷子啊怎么样子啊？啊，不方便啊，那个刀叉你看啊，双手啊，筷子怎么样一双啊？哎，老讲的很多。啊，到最后我就问他说啊，你今天讲的那么样，请问你回去是用筷子还是用刀叉吃饭？嗯，点点，你当然用筷子吃饭啦、啊，都记得等于用刀叉吃饭，我也不爱讲成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东西就是。辩论这个胜跟负哈、哦，会产生一种恩怨的强烈的。现在的话啊，现在我们的心境，你要用刀叉吃饭，你就用刀叉吃饭；你用筷子吃饭，你就用筷子吃饭，这不关我的事情。要辩什么论？哎，啊，辩鬼博故啊，无什么意思啊。辩鬼博故啊，无什么意思啊。给大唔鬼的尔，给大唔鬼的尔。我要落亏掉了啊！赢的时候挂这个告白啊，得挂这。两个一直告白的这啊，你辩论会主辩人啊啊，林立坚啊，然后等那个挂了啊，哎，舌灿莲花，挂这个，一个舌头会变成了西洋公的变瓦郎啊，舌灿莲花，就是这样子哎，给你鼓励一下辩论会的主辩人，代表领奖，所以我做过去的西洋公公个变瓦郎啊，今嘛也像刚好用得上佛法。啊，无真啊，摕去拐世间的人哦，你那啥啥叫，你那拐了真侪钱啊吼，完了去用掠去关啊，完了去用掠去关啊，底下啊、所以说没有胜负，没有胜相，就没有佛啊，无复故也没有所谓众生。问啊，心即无相，岂得前五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化度众生也。是因三十二相是属于相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八十种好是属于色啊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若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所以祖师啊，直指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，不假修成，不属见智，不是明暗，因为它不是相嘛，不是明啊，所以无所谓的明啊，不是明，所以啊无明。意思就是没有一个明字，不是暗，也没有所谓一个暗字，所以无所谓的无明，也无所谓的无明尽。啊，无明尽，尽就是破除啊，所以无明啊，也无明尽，因为无明本空嘛，所以没有一个无明，也不能说修行破除无明啊，也无所谓的。第一个无叫做无所谓，也无所谓无明破除殆尽了，因为无明本空，不需要你去破除。叫做亦无明尽，也不能说无明被你破除尽了，因为无明本来就空，你怎么去破除啊？无明无根了、啊，本无所依啊！入我此宗门，切须在意啊！一定要好好的留意啊！如此见得明之为法呀、啊，见法故明之为佛，佛跟法通通放下，没有这种执着。就是生，生就是无真呐、啊，换作无为生，一明一体三宝啊，一体就是一个啊一个本体呀、啊，显现着佛法生三个角度啊。夫求法者，一个佛子要求法，怎么求呢？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，众就是生呢、啊，应无所求，不着佛求，故无佛可得。哎，我们不执着佛而求。那么，所以无佛可得，不着法求，故无法啊！这个无跟故啊，颠倒了，这两个字打颠倒了啊！不着法求，故无法；不着众求，故无生。17页，
问何者是佛？是云：奴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心跟佛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说即心即佛，如果离开这个心，另外啊要找这个佛也无佛可找，所以啊别更无佛。若离心，别更无佛。云：若自心是佛，那么祖师昔来如何传授？是云：祖师昔来为传心佛，直至汝等心本来是佛，心心不异，故名为祖。如果直下见此意，就顿超三圣一切诸位，本来是佛，不假修成。云：若如此，十方诸佛出世，说以何法？是云：十方诸佛出世，只共说一心法。所以佛密咐以摩诃大迦摄，此一心法体尽虚空，遍法界，名为诸佛。理论则各法，其是如于言句上解得他啊。理论就是理解啊，或者是议论啊，这个法啊，你来理解或者议论这个法，这哪里是你在语言文字上解得的一个法啊？也不是在一个机一境，机就是根基分别，一境就是一个境界上见得他。此意只有默契啊，默契就意思就是你要亲证啊，默默的契入啊，讲讲不得，说说不得，说也不对啊，讲也不对啊。所以说啊，不管你用什么表达它都不对，只有默契，意思就是只有悟道的人呢、啊、才能够亲身感受，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得者一门名为无为法门，若一会得，但知无心，忽悟即得。这八个字要划线。你想要开悟吗？但知无心，忽悟即得，就这八个字，就这八个字。若用心凝学起啊，凝就是想，如果用心想要学这个禅，学这个道，那么即转远去啊，那就越远了，就越远了。你直下无心就是道。若无歧路心呢、啊？如果没有啊分别心，歧路就是分岔嘛，岔路嘛，指分别心嘛。如果没有分别心，一切起舍心，心如果像这个木石一样的没有分别，啊，才有学道分呢、啊。他是用这些木石啊，没有分别心来比喻，不是说无情物啊，啊，它是比喻的意思了。你要学道可以，要像木头啊，或者是石头这样没有取舍心、没有分别心，才有学道的份呢、啊。如果一天到晚呢、啊，打着学道的心，然后分东分西啊，狂妄啊，无知啊，那么与道哪里有相交涉呢？如今现有种种妄想，说为什么讲无呢？是因妄本无体啊，啊，这个虚妄的心本来就没有体性嘛。也就是你的心所起，那你如果是心是佛，心本无妄啊，哪的起心更任一妄啊？是啊，你若不生心动念，自然无妄啊。所以说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，万法唯心嘛，对不对？善恶是非其实，通通在一念啊。云：今正妄念起的时候，佛在何处？师父说，如今觉妄起的时候，如果你觉悟到妄本空，觉正是佛，这一念觉悟就是佛。可中若无妄念佛，佛也没有。如果你不动念说有佛啊，这个佛也是无。何故如此呢？为奴起心做佛见，便为有佛可成；做众生见啊，便为有众生可度。起心动念总是你的见，若无一切见，佛有何处所呢？就像文殊采起佛见，被贬向二铁为山呢、啊？哎，被贬呐、啊，贬斥向二铁为山。哎，有佛见，有法见，通通贬。云：正悟的时候，佛在何处？是云：问从何处来啊？啊，问就是从何来，结从何起啊？啊，语默就是你说话沉默动静，一切的声色通通是佛事。为什么？是现成的绝对法嘛。何处觅佛啊？当下无心就是佛，不可更头上安头，嘴上加嘴啊。但莫生意见，哎，把这个画起来。但莫生意见，你只要不要把它强分高下，哪里都是一样。山是山，水是水，
生是生，熟是熟，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总不出你的心呢、啊。山安住在那个地方，不管它怎么变化，都是空。水不管它怎么变化，它还是空。但守住你的无心，道就现前。三千世界都来是奴个自己，通通是你自己影心影现出来的。何处有这么多啊？多般心外无法，何处有许多般的分别心呢？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虚空世界，皎皎的，皎皎的就是清洁啊，明白啊，啊，清楚明白啊，哎、啊，无实法虚，哎、啊，没有一点点与你做见解。你不要安头上安头，知见立知，就没事。所以一切声色是佛的慧目，法不孤起啊，藏境方生了、啊。法不会单独而起，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，借着种种的境才产生的。唯物之故有其多智，因为有种种的境界，方便说有种种的智慧。终日说何曾说？因为毕竟空嘛。终日闻何曾闻？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法，未尝说一个字。因若如此，何处是菩提啊？所以菩提无是处啊！啊，是就是固定。菩提没有一定的地方，悟了哪里都是菩提，不悟哪里都不是菩提。我也不得菩提，众生也不是菩提，不可以生得，不可以心求，一切众生就是菩提相。你看，那都是当下现成的，圆满满的显现出来，一切众生就是菩提相。所以啊，一切境界通通可以悟到，云如何发菩提心？是因菩提无所得，你今但发无所得心，决定不得一法，即菩提心。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。所以说我已燃灯佛说，无有少法可得，佛就给我受记。明知道一切众生本是菩提，不应更得菩提。如今闻发菩提心，将为一个心写起佛去，为您做佛。您就是想，只要你想要做佛，任你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只得个报化佛、报身或者化身佛，与你的法身本源真性佛，本源真性佛就是法身啊，绝对的意思，有什么交涉呢？毫不相关。所以说外求有相佛与你不相似啊，哎，外求这有相，因为我们真佛是无形相的啦，法身是无形相的啦，你求外相的佛，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你怎么求都不相似我们绝对的佛，绝对的佛无形象的，不来不去的，不生不灭的东西。十九页，即心是佛啊，这个心就是佛，上至诸佛，下至存动寒灵，都有佛性，同一个心体。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，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假修行，但如今视取自心，见自本性，更莫别求。所以因何视自心呢？就如今言语者，你现在讲话就是你的心。若不言语，又不作用，心体如虚空相似，没有相貌，也无方所，也不一向是无，有而不可见。所以祖师说，真性心地藏啊，我们的真心啊，啊，那么它是隐藏起来的，真性心地藏，真性这个心法它是隐藏的。为什么？它无头也无尾啊，你要说它是什么？应缘而化物啊，应一切的因缘而化度众生呢、啊、方便说这叫做智慧，这叫做智慧啊。哎，所以一个人呢、啊、死的时候啊，你从脑筋到从头指到下，哪里智慧啊？对不对？智慧从哪里？哎，我现在讲话了，这是智慧啊，让我们大家解脱啊，这是智慧啊。处理事情啊，功德圆满啊，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表征啊。佛的智慧是什么？所以叫应缘化物啊，方便叫做知。若不应缘的时候，不可言其有；不应缘，不能说它有。啊，没有正应的时候，哎，也没有踪迹可寻。既然这么样知道，如今但向无中七波啊，就是七习停波了。你意思就是一生一世，抓住这个无字，守住这个无心，
就是行诸佛路啊。碰到什么事情，哎，化作无，化作无。我们贪贪化作无，嗔嗔化作无，痴痴化作无，执着化作无，颠倒化作无，分别化作无。你看，就一个无字，就是行诸佛路。哎，所以丛林无真就是福。你看这无真呢、啊，无真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说到无真呢、啊，这个很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么一碰到真怎么办呢？碰到真就是随他。哎，你要度着不度众生，或者要在佛门里面呢行进，有一个自己很重要，就是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。哎，做法师的、啊、在家居士啊，要恒顺众生。哎，这是行诸佛路。经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，一缘走坐，一缘就是意识攀岩，走坐就是奔走啊，造作。心一六道没有停止啊，他停不下来，自时受种种的苦，受种种的苦。净明云：难化之人呢、啊，心如远虹，所以啊，故以若干种法制抑其心，压抑控制他的心，然后调伏。所以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所以知道一切诸法都是由心造，乃至人天地六道修罗尽由心造。如今但学无心，顿习诸缘，莫生妄想分别，这个很重要。只要你学这个无心，顿习诸缘，就是显现在你面前的一切境界，你都知道这个是假象，不需要去妄想分别的强迫它，乃至于想要得到什么都不要有。随缘放下，随缘完成自己的责任义务是什么？该做的总是要做，不要勉强任何一切事情，不要勉强众生做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无人无我，无贪嗔，无嗔恚，无胜负，但除却如许多种种种的妄想，性质本来清净，就是修行菩提法佛等。若不会持意，纵你广邪勤苦修行，目识草衣，不识自心，皆名邪行，尽作天魔外道，水陆诸神，如此修行，当复何意啊？智公云：本体是自心作，哪得向文字中求？如今但是自心，习切思维，妄想尘恼，自然不生啊。净明云：为之一床，寝疾而卧，心不起也。如今卧疾攀岩都习，妄想歇灭，要止息了，就是菩提，守得住。修道不要功，先守得住，守得这一颗心，不妄想不颠倒，先守得住。碰到境界透视它不可得，不要把自己弄得太无知，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痛苦，这么单纯的事情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，就是菩提啊。如今若心里纷纷不定，任你学到三圣四果十地诸位啊，河沙，河沙就是终究啊，毕竟只是向凡圣分别心当中做，凡圣就是分别嘛，因为有分别心才有凡，才有圣中啊，中做嘛，诸行尽归无常，势力皆有尽期啊。哎，那还有什么贪着的呢？犹如箭射一空啊，力尽还堕，切归生死轮回。如是修行不解佛意啊，虚受辛苦，岂非大错？智公说：为逢出世名师，往服大圣法要。意思就是你今天没有碰到大彻大悟的圣者，善知识在你的旁边，那就很冤枉你研究大圣佛法，因为没有人指点你啊，你不悟啊，还自己认为是对的。如今但一切时中行住坐卧，但学无心，也无分别啊，他就叫你怎么 下手了。但学无心，也无分别，只要你学这个亦无依靠，以就是依靠，你不要依靠任何的法，也无助着，千万不要动一个念头去执着什么，终日任运腾腾啊，就是随顺因缘，按照变化拢无要紧啊，拢爱该团了。啊，那庞蕴居士啊，他那么有钱，爸爸有钱，超有钱，拿去体面大海，不就觉得不可思议吗？对不对？不可思议吗？啊，为什么？他就是要过那种啊闲云野鹤的日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钱的人呢、啊，怕人家绑票啊；无钱的人呢、啊，痛苦不已啊。
悟道的人呢，有钱呢，他懂得布施；无钱，他懂得安分随己，随顺因缘，都解脱了，都解脱了，啊。